我的2023年年度爱物好物分享第二期，今天呢会有一些护肤品、内调品、洗护类用品，大家可以慢慢品、慢慢看。这两个呢都是我特别喜欢的面膜，这个面膜呢需要自己拿这个水和这个磨粉一起调配来用的。用完了之后，我觉得毛孔的干净度、细致度，还有皮肤的细腻度、颜色的提亮度，反正我觉得除了贵，我挑不出它任何的毛病。虽然我也用过很多深层清洁的泥膜或者是油，我觉得从清洁层面来说的话都没有它厉害。每一次敷完，皮肤很脏的，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黑头粉刺、闭口，真的是被清洁的干干净净，像婴儿肌一样的那种嫩嫩滑滑的感觉，皮肤的水润度也是满满当当的，所以非常强烈的推荐给大家。我觉得它是一个不需要动脑筋去选择的一个面膜，无论是油痘肌，还是说皮肤特别干的时候，化妆卡粉的时候，或者是皮肤过敏的时候，高原红、红丝丝、痒啊、疼啊、爆皮的时候，还是像我要定期去做医美项目之后，不是马上可以用的。而且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玻尿酸嘛，能够及时的起到给皮肤深层的补水，还有就是修护的作用。这个天魅面膜的精华液是非常专业的医院里边用来打水光针的那个原液，而且也没有禁忌人群，咱们的宝妈、孕期、哺乳期都可以放心使用。它是我们做医美项目的医生认可的专业面膜，不是所有的面膜都能称得上是专业面膜啊。阿芙的美白、斑、水和乳，持证上岗，真正有用、有效的可以斑的啊。美白调理液呢，其实就是美白水，你看流动性非常好。一抹化水，真的就是油皮用了不黏不腻，干皮呢又用了不失滋润，乳液呢质地要厚重一些，但是它依然是一抹化润。阿芙他们家是做精油起家的，所以它这个其实是添加了美白斑成分的这个油，所以肤感就做得很好，味道是非常高级的玫瑰味道，因为它是全植物配方，也没有禁忌人群，而且性价比是非常高，所以呢真诚强烈分享给跟我一样有斑需求和对美白有追求的公主们。这个呢是皱纹的一款油，德国的一个老品牌，他们家成分是有机的，所以不贵。作为面部精华油来说，它的肤感还有它的味道真的是让我用完了之后找不到可以替代它的护肤品。它的味道就是有一点就泰式 SPA 馆很有疗愈感的那种味道。它的功效呢也是对于脸上这种表皮的抬头纹啊、川字纹啊、鱼尾纹也是得到很好的改善。无论你是什么肤质，你用它都是吸收特别快、透特别快，所以如果有预算的可以冲一冲。然后这是一个手油，因为我常年喜欢做美甲，所以我特别容易起皮、干裂、长倒刺。这个手油呢，首先它很小支，携带也很方便，它是那种柠檬草的味道，尤其是我特别困、特别累的时候，一闻它的味道我就瞬间清醒，感觉头发丝啊，感觉被线给拉了一下。由于视频过长，剩下的洗护品跟内调品在下期继续分享了。